来了。爆辣咕咕鸡，
麻辣烫啊，练龙家的家人们啊。就愿吃这黏糊劲儿，啊，我喜欢煮，就是少放一点水，就是要这种黏糊这种感觉，老香了。39.8块，三袋59.8块。五袋，麻辣、微辣两种味，就是在这左下角小黄车这块啊，你们直播直接拍就行了，喜欢吃直接拍。味道应该你们都知道，天花板啊，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。这藕片、薄片都是自带的，我里边就放了点丸子啊。这麻辣烫太好吃了，这量绝对够用，女生你自己吃不了，饭量大就够了。这些的量在麻辣烫实体店最低25起，喜欢吃直接拍就行了啊。这味儿太正了，